这是。牵着这个摩托车，那回去，带着小孩儿，带着老婆，啊、不耽误，他来回去憋得一辆小红车啊。小孩儿给坐人八百块钱啊，你看那大姐都来回摆，老婆给后头搂住，小孩儿给前头抱着他，咱还不戴头盔，还不戴人样嘞。一会儿他敢走，那前头来一辆大的呀，你看那小孩儿的走。这样一摔，这个小孩儿，这个小孩儿是必然出去了，他抓不住一辆，他夹住了，咱们现在马八十码，九十，还正在朝这个大的呀，看着啊，前头过来一辆小快车，注意，全神贯注的看，全神贯注，看好，哎，靠边，哪边，开门，